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相、八门的困惑呢，可以进行关注。我们说这个长的手掌啊，配上修长的手指啊，这个就是水行手啊。水行手的特点呢，就是手指修长啊，手指尖呢呈现这种啊圆锥状啊，也有的是细尖形的啊。修长的手指呢是有耐心以及这个注意细节的这种特点。非常的敏感是这种人的标记，温和有创意啊，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呢都是艺术家、诗人、音乐家等等，跟音乐相关的一些这个音乐界的一些人士，大多数都是水行手掌，包括弹钢琴的长长的手指啊。那么这种手人呢，通常是很有教养，而且气质高雅、品味独特，但是却有一点淡泊名利啊，有理想化的倾向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手相的四种类型当中啊，水行手的人呢最不看重物质方面啊，倾向于这个直觉和感觉来做事，而不是以原则性的形式啊。那么他们呢跟自己满意的这种啊，就是说就满意度啊、潜意识啊或者自己的完美的东西要相关啊。很多人都是随性的、超自然的能力，因此呢很多水行手的人呢对于这个心理学家或者是性格方面相关的主题都是很感兴趣的啊，包括一些这个会经过这种正规的教育体系或者成为其他的人来进行学习啊。那么水行手的人呢，掌纹呢啊，手掌的纹呢是比较细啊，比较清秀啊，手掌当中呢通常覆盖了很多像蜘蛛网一样的纹路啊。那么这个正是他们这个敏感啊、感性的这种特点。水行手的人呢容易受伤啊，经常会情绪化，比较难以适应现代的生活压力啊。他们是比较适合缓慢的节奏，不喜欢竞争啊，在安静的环境里面表现得更好一点。他们温顺而容易受外界影响，比较缺乏独立的判断能力啊。那比如说这个啊，戴安娜王妃啊，她这个就是水行手啊，手指修长，手掌也长啊。这个是属于这种人的人这类人的人的话，他会比较时髦啊，比较别致啊。许多人甚至在美容行业或者是一些服装行业里面做模特或者做设计师啊，有一种古典美啊，教养也是非常的不错啊。水行手是很有教养的一种人，这是水行手的一些特点。好了，有关这个水行手就分享到这里。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如果是有手相、八字、面相方面的困惑呢，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